可以配合，或者是蚂蚁找到就请那个露米去放。啊，等等，我们先不要做，先不要做，先不要做。我们看有人到底要何时来。做了、哦、谢谢迪叔，这一条线大概挖我们弄了八九个，迪叔做了一个最完美的一个，谢谢迪叔。我做三个哦，我说这条线呢、欸？对啊，你是三个，是另外几条线吧？没有，是这个，我只有接过这条线。啊、哦，你这样哦，三条线你只接这条哦，辛苦你了，谢谢迪叔。我一直在走货，谢谢迪叔。我上脚一颗，我飙了。算了，迪叔。好，我来。这你确实是可以，就是只要是墙壁上的砖头工都可以。然后又一批来喽。消防那边我也射弹了，我去炸。我打怪的吗？没问题，解决。一二三都需要维修，修理，我修理好了。哎呦，哪里有？就是终于会修了。二号完成。我还在修啊。大字是不是？大字。哦，有暴君，有暴君。暴君哥，不好意思啊，来当你是小朋友。我炸掉他，炸到他。那边。小护甲。哎，上面很多啊！遗书上面超多化石的。哦，遗书哦。两颗。左右各一。好，你好，应该可以吧？现在没事了。没事啊，安全。谁倒？怎么？他直接爬上来一个船，好，我来救你。船，我要走。然后这就是暴击，直接扫。舒服。哎呦，扫力。好扯，好扯。刚好看到里面有个东西嘛，三号，就蚂蚁这里，哎呦，完成，就一样，你其实可以下面放，有踏脚石，然后蚂蚁就可以去，有，我叫出去了，哇，这也太嗨了吧，哎呦。嗨起来还可以吗？狂风暴雨又来啦！大国天呐！大国天！大国天呐！完全靠不边，盲射！自己附近有安全就好。自己不太安全。不是，有蜘蛛，蜘蛛！哎，爆炸蜘蛛！露米倒了，露米怎么倒了？露米。被炸到了吧？我想。哎、欸，我叫那个补给，要补给。有小团。哎、欸，露米，我旁边就是有一颗，可以帮我。哇！你旁边等一下，我现在看不见哦，等我。好，我等你。我们这里又有一个那个啦，又有一个在钻，有地虫啊，迪叔。地虫哎、欸！这里我来了。哇！我摔死了。迪叔这里。哦，我摔死了。被地虫，哎、欸，我是被地虫啊！啊，我怎么救一个？我救一个！啊，你要救哪一个？救我来骚乱他！下面我这里有地虫、啊，你们先救迪叔吧。迪叔我救了。然后老师在哪呢？我这里有地虫，要迪叔啊！来，要迪叔来。迪叔蚂蚁才有办法。我被抓了！迪叔！没有，等一下就把你放开了，烧他！
我要烧出来！他去，他没去。一叔，行吗？我没子弹了 ！Oh my god！ 原来是我没子弹了。你先蚂蚁，先蚂蚁，果然还是有蚂蚁最好。一叔，一叔，我的枪在哪？我看到了。奇怪了，明就招了补给舱了，哎、欸、这，哇、啊，好扯！这里有一个补给舱啊，怎么那么多啦？蚂蚁在哪？蚂蚁？哦，没事没事，我没事。现在一二三都需要那个修理哦。啊，我直接修了，有二十了，很棒。我这里有点多啊，那个杀虫虫。你是不是要去杀掉？那那个人、啊、还有一只，还有一只，修理修理，二号完成，二号真的太完美了，一号完成，然后就两条要修而已，三号最麻烦，太远了，很好，三号没办法、啊，我来。就是这么的遥远。呀，至少他不会每一个都换，这边换三个而已。好了。我们的化石还差四个哦，迪叔。上面有一个迪叔，我那边已经放好平台了。放我平台，那其实是像蚂蚁去。只要抽人呐、啊！又抽了两颗了。哎，好像又有那个沙虫还在哦，然后有那个瘴气。瘴气。麻辣。他们的 boss 干掉了。哎呦，没问题。大家都在打怪，有人还在那边挖矿。现在都修修，挖矿，又一只啊！有够扯。要蚂蚁露比在那努力打怪。哎，你怎么有一只冲上我啦？一个在后面挖，不晓得在挖什么小东西。二号修好了，就一跟三。哦，三号也修好，好猛啊！一号。一有一只瘴气。一号。好嘞。还有杀虫哦，杀虫。有瘴气石，哦，瘴气声音，瘴气石，操！迪叔放屁，这里迪叔放屁，对呀，他死了，迪叔的屁好臭，上面有点多，香，嗯，好了，都好了 ，Here I come， extraction is back up and running， let's hope it stays that way。哦，按着一，按一起就会停。要有同伴了，听说是。有杀虫哦，迪叔。有正确哦。血没问题。又来一波。正确死了。看不到！迪叔，你死在哪里？迪叔，我死在呼救。哎呦！呼救，差死了。我们一起呼。啊、你也倒了。有爆炸兵，有爆炸兵。啊、我这边有。有，我看到你了。有，然后那个补给舱也来了。我倒了。你怎么又倒了？
那乔乔帮手来了，乔帮手来了。我这个小帮手杀伤力十足，没事。我们还差两个化石哎、欸。啊！完了完了，我被拖走了。啊，那个就是你要能打的啊。这两补给仓，这两补给仓，我一等先不等。你死了，我们怎么打他？蚂蚁，你看天上要不要？哦、天上有两个哎、欸，你看有没有办法？我们快跑！赌命拿到！天上天上，这里不用管，天上，你抬头我有标，你可以点亮亮看看，30公尺跟28公尺。哇哦！哇，它上面感觉有一个小平台，你可以。拉到更上面应该就可以站在这个山上，有那个冲击的哦。下面我们来，你就想办法上去就对了。太远了，等一下，怎样还？你的是20还是25啊？嘿，我看一下哦。到旁边去，你要平台吗，蚂蚁？哎，对，其实你也可以先有一个中继平台。你要往哪走？他要去最上面，他要去这里，你可能中间这里就可以先有一些平台上让他上。啊，好多金子！我天哪，你们可不可以听话一点？有你们看天上，哎呀，都解决了，都解决了，我保护你们。也是，那我会打，那我打，直接锁烂他。有他死，他死。其实这样会不会倒太快？哇，嗯，多哎！阿叔，我也是。然后我旁边炸光魔啊，没有，又一只脏兔。你在哪里？没有看到，我看到了。在下面。没事没事。旁边有脏器。我锁烂他。哎呦！大家，不会。感谢大家这边，哇吼！这里也太嗨。蚂蚁可以吗？不是，他现在是会这样的，就是我们他蜘蛛会一直来，清不完的，所以要看有没有办法把那化石收集完就走了，因为我们任务已经完成了。你看那个画。就这里有放两个平台，你看可不可以爬，然后再上去拿。上面的那化石下面那边有平台也不错。对对对对对对对。等一下，我先绕一下圈圈。你来我附近，你来我附近。露明露明。啊！什么东西呢？啊！我弄啊！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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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哇！哇！有事有事。那就是一路没有一路造平台上去也是可以啊，其实就是比较久。都是蜘蛛啊，对，而且因为蜘蛛有点多。不行不行，我觉得太久了，我们发射火箭了，这个支线放弃了。我是蜘蛛成群的，救命！对啊，它这个里面超级多的，这个墙壁里面都是。因为它游戏会这样，就随时间会越来越多。对，尤其是像我们是已经完成了主线了，那他现在就是要有点类似那种赶我们走的概念，就是会打不完。我这边有放哦，哇，露米也倒，露米在家里。我先杀了我附近的。李叔来我这里有补血。我是全死了，我是你了。好、哦、好。李叔。呼救！你救个屁！应该是没救。